心哈、哦，今天是2022年12月10号，那今天来到南投县政府哈、哦、这个文化局这边啊、来授奖哦，那郭美珠很荣幸哈、哦、得到入选，好、哦，那我这张画呢，它我的名称呢就是传奇，手纹的密码，这个叫讲述在我们南投这边的那个原住民哈、哦，那个女性。他手上会有一些刺青，那这些刺青呢代表的是什么？那这个就是代他就是他的权力了。以前在山上哈、哦、他们会有酋长嘛，然后手纹呢代表说他的权地位哦，也就是酋长的地位，所以呢这边会有人物啦，或是那个这个有没有，就是代表土地，所以呢他们手上纹的刺青就是有多少的土地，然后有多少的部落在这边，然后接受他们的管理。那我画这一张的时候呢，我就联想到那个原住民的一些故事，像说我们的公主啊，嫁给那个蛇王子，然后呢，他们的图腾有没有？他们打猎的图腾，我都把它画在这边，然后白河也是他们最有名的一个传说的故事哈，然后就是他们很喜欢白河公主嘛，嫁给这个蛇王，然后这个山区呢，也就是他们的部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。那我非常开心了哈，今天12月10号来这边授奖，那我在这边讲解我的作品，那谢谢哈，我会再努力的哦。